漂亮的，皇上喜欢我这种一般的。来，我给你们画成一般的，画成我这种一般的。皇上驾到！不要这个音乐，你把皇上当成鬼丞相吗？今天来了这么多要选妃的妃子，我来问几个问题。你们有1.65米吗？中间那个很积极。琴棋书画样样不通，脑袋空空，对吗？好的，感觉中间那个非常符合我的标准。这样吧，你先转过来，你先转过来。哇，哇，长得非常一般，长得非常一般。我觉得你不行，我不太喜欢长得一般的。皇上，怎么？您真的是皇上啊？看到我这身龙袍，还觉得我不像皇上吗？要不要我再放一段我出场的音乐？不要了。你赶紧走。皇上，你不要这样。你说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。怎么的？你再看看他们。都转过来吧，都转过来吧。哇，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。大美女，大美女，就你了，走开走开走开。这都是什么？一个个的皇上喜欢我这种一般的。你别看着我笑了，你这样我今天就选你了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伴君如伴虎，你要知道我最怕哪四个字。爱妃莫慌，我知道伴君如伴虎你很害怕，哪四个字你觉得不能出口？朝夕相处。皇上最怕的四个字是皇上驾！